花花，我的腿很长。这是小童的答案才对。我帮玲儿想了一道。我不想听，我半天我就在想，我怎么避开你说的那个答案。我不。什么答案？我的天，还吃？还好。贾玲。你边上的那玩意儿还能生咽回去啊？我的腿很武当，我就不说那个。武道口，口不对呀、啊。我的头好长。谁是长头啊？